前 SBL 球员吴敬颖涉嫌监赌，经调查25万元交保。给底线的罗振峰。T1 台啤永丰云豹罗振峰自行坦承签赌，遭球团解约。篮坛丑闻浮出台面，篮协紧急发声明，11月1号召开3大联盟会议，针对3个联盟之间的互相沟通。当然，现在大家都针对防赌跟防打假球。 都非常严肃地看待这个事情。篮坛卷入签赌打假球，吴敬颖和其他球员未曝光的对话记录外流，包括他们跟其他朋友买，或是你前面可以拉开，后面再放13.5我出等，显示涉案人数不少。目前传出，除了本土球员、洋将、运动防护员等多人都有涉入，还有职业球员私下怒批有裁判不懂利益回避，疑似经营非法球伴。这都是极为有可能的事啊！甚至把那个大咖。 的球星啊，大咖的裁判，把它纳入公司的整体去，那就更好控制比赛了。可以说是皇后的贞操。是如果有裁判涉入赌博或是假球的话，那篮协一定也是最高标准来面对。 涉赌跟假球是绝对不能容许的。篮协和刑事局建立顺畅的沟通管道，一旦发现篮球圈涉赌打假，避开纪律委员会研办，若属实一律逐出篮球圈。三立新闻张博伟、罗佩宇 SNG 小组台北采访报道。